哦，朋友们，这期节目是万代拼装部今年三月的新品排期。首先，三月四日 ，HG 沃尔摩林高达含税定价2090日元。接下来，三月十一日 ，Pokémon 妙法种子定价是715日元。Figure Standards 青眼的白龙定价呢是5280日元。HG 进阶战机武器配件三定价呢是1650日元。HG 进阶战机 Type G 定价呢是2750日元。HG 超级机器人大战凶鸟 MK2 含税定价4950日元。30分钟任务自定义素材锁链零件多功能连接件定价是660日元。接下来是3月18日发售的恐龙拼装模型剑龙定价1650日元。 Figure Standards 今年的电影新假面骑士中的假面骑士定价呢是4400日元。30分钟姐妹手部配件腿部配件黑色白色定价990日元。30分钟姐妹套件配组七邪恶装束配色 A 定价呢是1650元。 SDW Heroes 主宰至暗飞龙定价1320日元。 HG 风铃高达修改型定价1870日元。 HG 水星的魔女索恩魔铃高达定价1760日元。三分钟姐妹赛马娘东海帝皇定价呢是4070日元。此外呢还有机动战士高达系列以及水星的魔女系列专用贴纸一共六种，每款定价都是550日元。魂线的部分呢是30分钟任务斯皮纳提将军型定价呢是2750日元。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年三月万代拼装部即将发售的商品，如果你喜欢海贼会员龙珠美声的是奥特曼炼巨人的玩具测评资讯，请关注我们的频道，那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